口喝起来。后来小猴子听别的小动物说，这个长颈鹿叔叔是哑巴，平时不用喝那么多水，他只要多吃点树上的叶子就可以了，因为叶子里面会有水分。小猴子总是不由自主地帮助别人。又有一天，小猴看见骆驼大伯收拾东西，要到沙漠里帮助别人搬运货物。小猴子觉得骆驼大伯特别辛苦，他又想帮助骆驼大伯。小猴子又跑回家，提了一个大大的桶子，然后装满水，提到骆驼大伯面前，心疼地对骆驼大伯说，大伯，你收拾这么多东西，一定很辛苦了，快喝点水。骆驼大伯开心地喝了起来。骆驼大伯觉得小猴子特别懂事，他告诉小猴子，虽然我要走很久的路，但是即使不吃不喝也没有关系，因为我背上的驼峰有养料，胃里面也藏了足够路上用的食物，我还有一个冰冷的鼻子，能够在呼吸时吸进一点点水汽，呼出的气又很冷，这样可以节省体内的水分。小猴听了高兴地说，这样就好，大伯一路平安。